欢迎继续收看上关心地方的南投新闻。为了促进友善环境耕作，来确保农业永续经营，由农委会所推出的对地绿色环境给付计划，以及农业环境基本给付，只要符合专注甲生产环境维护措施资格，拢会当申请每期每公顷25,000元到34,000元不等的补助。现在第三顶公所嘛配合政策，伫各地设立申请服务站，时间一直到2月初7为止。欢迎有需要的农友把机会来申请。就是看他写。农友摕到土地资料来到服务站来申请专属补助，对真侪土地较无好种植农作物农民来讲是一大帮助。咱遮算水水分无啊，吼欠水分啊，袂当拢补地啊。啊，即个就今年来拢唔来啦，袂好无水啊。专属加减就算是属于补贴啦，对无？啊，咱卖种，啊，你若讲要种物件，也无。有当啊，收遐个就对啊。为着促进友善环境耕作，确保农业永续经营，由农委会所推出的对地绿色环境补助计划，以及农业环境基本补助，只要符合专注甲生产环境维护措施的资格，拢会当来申请每期每公顷25,000元甲34,000元的补助不等。咱之前要办理专注的这乡亲时段，就是咱农民哈，咱这个部分嘛会继续啊加强。我们的补贴的额度，也让来继续申请鼓励，来办理哦，不一定说都要找来公所。那今年呢，农委会特别有针对一个农业基本给付的部分呢，每公顷可以领到5,000元。然后呢，如果你一年的话，可以申请两期的部分。如果你今年又有休耕稻田种转作的部分呢，你还可以再加领上农业基本给付部分，等于是说补助的部分呢，就会累加的效果。那你种植转作作物呢，每一期呢，你就可以将近可以领到30,000元的部分。那如果有相关问题，还如果不了解的部分呢，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竹山镇公所农经科来询问。现在第三顶公所嘛配合政策，伫每一个里设立申请服务站，一直到2月初7为止。欢迎有需要农友爱把机会来申请。在厝嘛爱提醒，要去到现场来申请的乡亲，千万唔通未记去找着相关需要的证件来进行文件领证。那是对这项补助还有问题，公所嘛表示乡亲都会当打电话来了解，才袂办袂过白走一抓。嘉玲宣传报道。